啊。怕人家钓鱼的，高手不怕人家网鱼啊！干哪个？看到拢无鱼啊！啊，外路啊，网了去啊，真正害啊，真正歹啊！放未了。这较细尾。你买哦，一款啊。我到了，到了。你若假？小鱼哦。前等下就阿虎妹，啊，这只是。就这底个，这底个较大尾啊！哦，高手啦，高手300啦，恶搞！买来无食啦，煮来无好食啦。哎、欸，大虎啊！我无你是讲啥仔哦？莫掠迄啦，迄拢莫掠。嘿、啊、啦，掠大掠福寿啊就好啊。你买无？我较真诶哦，盐烤诶呢，盐烤诶啦。伊个粗起哦，来啊，这啦，来啊。代表伊毛咧研究，你知无？哎，今天不宜鱼了。呆呆还好，不然怎么走？不用八字环，那边用转环圈，坏习惯。辞掉都要用八字环，那我再用转环圈。哎哎哎！要过来要钓几下了？嗯，干了。弄阿虎啦。
干虾蚵，阿福跟鲫鱼很喜欢吃的。啊，你要走一煞，你搁惊鱼啊破伤风哦？你嘛这个人嘛，你嘛真贴心呢，搁会惊鱼啊破伤风哦？会啊，会转去啊。我钓大物呢。大物的哦，三十斤哦。三十斤大阿虎哦，小只的啦。哎，来吃天池的阿虎拢较肥哦。较肥啊。拢揪起来，都忝的呢。这拄放落来，搁揪的呢。啊，无大尾的啊。没啦，这板头很菜。嗯，甲只细。这你卖哦？好啦，啊，等下家只反正是你要抬，唔是我要抬。嘿，有人要抬，我紧。大喊嘞，鱼啊，偌大尾嘞！那有啥物困难？迄下骹着拢鱼啊，无啥困难啦。喂啊，哎呀，还有一条比较粗的嘞，都阿福啊。哈，阿福一直来的，好不好？哈。因为没有鱼进来啦、啊，你想这窟窿够鱼啊游的就来。你卖想想这，要变哪大只？还等偌久？对啊，做大水啊，但是做大水的鱼也袂吃你啊。对啊，大理溪那一池就是这样子啊，大理溪的鱼会游进来啊，所以船只阿伯唔只歪去窟窿钓。哎呀、啊，那一池本来鱼很干净啊，啊，后来大理溪的鱼会被冲进去啊。过年的时阵啊，哦，你阿人坐，哈，你阿人坐，有会动诶，我干嘞，高价收购诶嘞，有吼，啊，有那个大安虾王子以前很多，好像潜水它也可以捕到。大安虾王子以前有啊。我记得他很大，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。会啦会啦，大家都会晒，五个月就会晒你啊。五个月人不是同款放流？哎呀、啊，不是一样。大的。鲤鱼啦。有无？还未开我就知啊。鲤鱼的力道第一个上大咱的，过来无啊，无袂开啊。以前用过勇士手神，即摆就无咧勇士手神啦。即摆唔知安怎，起始也无咧勇士手神，想讲等伊就煞。重刺龟咩？淡水刺龟啊，要有点停，人家肯给你停。啊，即马拢已经卡好啊！像迄呾，迄箍啥，迄黄小四，你知无？迄箍小就是用关系去买的，啊，停船位很贵啊。对啊，是咧讲啊。哟，鸡蛋呢？鲫鱼。那为什么没有人用一个磁盘装这些台啊？吼。因为没有。大家好。没事，啊，唔紧下来钓，再走去带。台啊！台啊！大喷发啦！下去就有的，怎么来得及？来不及呀！
拢伫头前。拢伫头前安尼。你唔知哦。对，我无在偏头前啊。那无倒，我这嘛是偏头前，嘛是有字。信号漂亮哦。台下讯号有够漂亮，台下就拢安尼扭落，主刚学词调，拢嘛是为台下开始调。哎，那你竟然有无动静啊？哈，定要跑那么远，安尼会歹势啦，钓无鱼，还佫靠生池，安尼感觉刚刚刚掠去利用的感觉。无会啊，那无几多个，要用登山包吧？登山包也不够啦。登山包你看到较轻松啊。嘛，同款啦，排袂开啊！看来拄着迄个山啦，靠！啊，走去里边啊，哪倒？这只鱼啊，怎安尼？一次要他一定要说找个所有线组一起缠在一起。哇，心态嘛无去。哈哈。会拉啦，哦，涩涩的。嗯。也有绿茶多酚呐、啊。带晒，我这只五龟也唔是带啊，系啊，啊，搁无一定钓有咧。嗯，啊，热过，若较过来，搁在撑伞咧，对不对？即摆袂热啊，嘿啊，搁无风啊咧，搁有风在吹。我食的拢有十目个。好在了，钓竿就买两支手竿，你知哦？你上好是啊。你食啥？我嘛希望放八条咧，啊那后过来，又袂开呢，无成啦，烂车啦，好八，这八条个啦，嘿，呱呱啦，呱呱，淡水呱呱，淡水呱，这只来五龟也大尾啊，但是这只应该大啊，我感觉啦，下放是无正只个大啊。这才有力，头杀啊！有啦，台啊啦，台啊啦，大尾台啊啦，较大尾一挂尔啦，有无？有无？哦，恁个阿虎无好咧，阿虎怎啊？大呆呆啊！打螺钓钓这个咧，你看外高。大螺钓呆呆哦，哇！哦，你去吹大。大喏，你唔知。正只啊。哎，大小餐，大对。迄条无大诶。啊。那落去水无去啊？迄条加伊咩？哦，大阿虎啊！大阿虎，小阿虎。我只顾无这个阿虎啊。无大啦，阿虎甲你感情无好。一整天一整个用了一整个上午，完全都哎呦断掉，看整组断掉了。哇靠，热啊嘞！个人讲要徛来个遮。伤憨啦。阿虎啊。阿虎啊。嗯，甲你讲我阿虎，你都唔信？就买只厉害。我拢钓台啊。对唔对？好搞啦，三百鱼啊！钓三百鱼啊！他还常常问我说：“干怎么我都是这个？阿里怎么都是阿虎？你看又是阿虎。”对呢，阿里。阿里讲无同的，听到就较大尾。这就甲你讲阿虎，这就是技术的问题呗。啊！你练一天，要跟我练几天的比赛？钓鱼有时候讲求天分的、啊，一样的，对不？而且又做大只哦。系啊。哎呦，看这，好呀。来，挂呆呆哦啊，可怜了。他那个路不好啊。啊，你好，这。全年阿福，全年阿福。行啊，看个头型哦。哇。哈哈哈哈哈！钓鱼看得到钩嘛？有顿点就要抓，不然你等哪时候？这若叫我去康桥比赛，我无得冠军嘞！我跟你讲，有可能哦。我再把去康。
伊哪有在插你诶？看到迄白仔就变文盲啊，哪甲你插？哎、欸，你害我乌龟走去啦！这只啥？这只着台仔哩，一只呆呆王啊！哈哈哈！啊，这位只较大只。哦，这只大只，记录呆啦。这是这是国啊，国啊买细鱼哦。我知啊。秀秀叫。今日今日甲你翕者。哦。哦，鲤鱼王啦，搞起。哈哈哈！安尼啦。哎啦，这只差不多50公分，大概。3-4斤的。